据报道，韩国女团少女时代队长泰妍上周日晚在社交网站回答粉丝问题期间，自曝患抑郁症，现时正接受药物治疗，努力治愈之中，又希望大家不要以嫌弃态度对待。不少粉丝及网民都纷纷留言打气，希望她能够勇敢渡过难关。而日前出国拍节目的泰妍今日被拍到在德国柏林街头演唱，吸引不少途人围观。她一头金发，笑容大方，而据悉她正在当地拍摄节目 Begin Again 3。 该节目是讲述韩国歌手挑战到陌生的城市进行街头表演，节目将于7月开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